市民帮我做一个很简单的投票，在座有哪位去年收到或者今年收到6000元是觉得开心的，请你举手。有在座有哪位赞成嚟紧的财政预算案再次人人派同一个数码，我哋嘅主张系每人8000元。如果你赞成嘅话，请你举手。嗱，我知道咧，我哋琴日喺西洋菜街做同样嘅论坛，喺旺角嗰边咧，大部分嘅市民都赞成派钱噶，或者我哋叫做回水。但系可能喺香港岛呢边咧，民情唔同。我想问一下，在銅鑼灣行人專用區行緊的市民，有沒有人反對今次的財政預算案人人派錢8000元啊？如果大家反對的話，很歡迎你出來表達你反對的意見，因為我們今天是一個論壇，希望有一個意見的交流。如果你們有一個理由可以出來說服到我們覺得派錢是不對的，那我們就反對派錢咯。請問在座或者在行緊街的市民，有沒有人反對派錢？沒有。每次我這樣問呢，就沒有人反對的，但是呢他們陰啲陰啲就會自己反對的。反對啊，是不是要說反對的原因啊？總之他反對，但他就不決定說理由。坊間很多很多市民其實都贊成人人回水8000或者6000或者任何一個數目，但是不知道為什麼香港絕大部分的政黨不單單只是保皇黨，再加上泛民主派，譬如好像民主黨或者公民黨，他都工黨他都反對派錢的。他們的理由是什麼呢？最荒謬最荒謬的理由呢，就是最多人說的，他們說那些錢要留回給香港做長遠的建設，我們香港很需要錢去起學校，去重建醫院，去做長遠的福利。這些人根本就是講大話，因為今次的財政預算案同樣是有派錢的，而且是派800億添。所以那些人如果說他反對派錢的原因，是因為香港的錢需要留在這裡給香港政府做長遠政策的話，麻煩他一樣要反對這個財政預算案，因為其實他是派了800億的。但實際上我們先不討論今次這800億的派法是否公道先，我現在先駁一駁所謂說香港需要留錢做長遠建設這個說法是幾咁不通。現在我有很多支持者在這裡派緊單張，大家可以拿張看看。香港政府去到2011年，即是去年12月底，他的外匯基金儲備是有24,926億港紙，亦即是話每一個香港市民是有35萬。如果有人跟我說話香港政府沒有錢做長遠政策的話，他根本就是欺騙緊香港市民。而這班人是包括香港的政黨，而且是包括說要幫基層市民爭取福利的泛民派政黨，包括民主黨、公民黨和工黨。所以我呼籲他們，亦都希望在銅鑼灣行街的市民不要再被這些政黨騙了。香港政府是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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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錢，如果他要做長遠的政策，他有大把錢可以做。香港政府不做長遠政策，不做長遠福利的原因，不是因為他沒有錢，是因為他不做而已。所以我再呼籲銅鑼灣的市民和其他的政黨，不要再用這些這樣的理由出來反駁說不應該派錢，因為香港政府大把錢，而且今次的財政預算案一樣是派了800億出去。
跟住我要同大家講下啦，好啦，原來其實政府今日有派錢嘅，咁然後八八一派出去公唔公道啊？嗱，同一批政黨，佢同我哋講話哦，舊年咧每人派6000蚊，唔公道，要有針對性，因為咧窮人又係攞6000，李嘉誠又係攞6000，咁點會公道啊？好啦，得意啦！今次的財政預算案退稅、退差餉、退利得稅、免商業登記稅、減免電費，加加埋埋800億。李嘉誠今年不是拿6000啊，他會拿1億啊。如果呢些政黨跟我講話，舊年每人派6000是不公平的話，點解今年呢個財政預算案有錢佬可以拿1億？是為之公平，是為之正確啊！他們應該更加反對這個財政預算案，是不是啊？所以這些這樣的泛民政黨其實是一路欺騙香港的市民，一路是幫緊大財團說話，一路是幫緊高收入人士說說話，他們大大聲地幫基層市民爭取權益。他們爭取了什麼啊？就是爭取了一個派800億的預算案，然後 N 無人士或者低收入人士一個先都沒有，這個這麼不公平的預算案就是給全香港所有的政黨說沒有問題，說支持我們人民力量，立場很簡單，就是覺得在香港有這麼大的財政儲備之下，我們都不講財政儲備了，我們就是講今年要賺多出來的筆錢800億，麻煩你退回給香港市民，而最公道的做法亦都最能夠將香港的貧富懸殊稍稍降輕的做法，就是每人派錢。我們的主張很卑微，很卑微，我們要求每人派8000元，因為兩個月前的預計是香港政府會比起估計50億赤字變成500億盈餘，所以我們除分開這麼多香港市民，就每人拿8000元了。我們不需要去妒忌李嘉誠的6000元，因為或者8000元，因為對他來說8000元是沒有意思的，但是對於窮困的人士，對於低收入的人士，對於 N 無人士，他們連公屋 的福利都拿不到，綜援的福利都拿不到，如果每人派8000，他可以未來一年過得開開心心，這個才是最公道的還富於民方法，這個才是真真正正的利民紓困方法，而不是好像香港的政黨那樣說退稅退差餉，益了高收入人士，益了有樓的人士，甚至益了溫州來香港炒樓的人士，都益不到香港辛辛苦苦做事就是低收入的幾百萬打工仔。所以人民力量會繼續堅持今次的財政預算案，要求他每人派8000，甚至每人派13000就最好。好，是不是？而且我們會堅持要所有政黨反對這個預算案。如果大家聽到我這番說話，終於明白今次的財政預算案是有多不公平、多不公道，而支持每人派回水8000，我們的這個主張，請大家在下個星期日2點來回這裡出席我們的遊行，行去中環遮打花園，做這個全城打小人，打這個財政司，